这是金艺林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德国亚珍，2006年8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一，第33首诗《送杨氏女》，作者韦应物。永日芳萋萋，出行复悠悠。女子今有行，大江溯轻舟。耳背苦无事，抚念一词柔。又为长所欲，两别泣不休。对此结衷肠，一往难复留。自小缺内训，是孤以我忧。赖兹托令门，人畜庶无忧。贫俭成所上，兹从起代周。孝公尊妇道，容止顺其由。别离在今晨，见尔当何秋。居闲始自遣，灵感忽难收。归来是幼女，伶泪原应流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